走路隐藏在嘉义高铁大道旁的鱼寮遗址，大片的落羽松林与清澈湖泊，因地景优美被誉为嘉义版忘忧森林。成排的落羽松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水中，构成一幅迷人的水色美景，让人惊艳。乌桕树两侧的树梢则交错成一条森林隧道，仿佛宫崎骏电影中的龙猫隧道，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专程带婆婆来这边看落羽松，这个落羽松，颜色五彩缤纷，然后很像置身于在国外的感觉，非常的棒。这里的那个树木啦，还有那个落羽松很漂亮，然后好像一幅画，那个背景很漂亮，我们就感觉好像是在画中。多年来，鱼寮聚落当地居民自发性整治水圳、皮塘与造林，丰富的生态、优美的森林与湖泊景色，成为近年来热门的打卡景点。落羽松森林这里面它 是台塘的平地造林，在两旁种了一些保护水土保持的落羽松，在里面把河川那个面把它拉开，做一些自然工法的一个护堤，就是说挡水堤，把水留住，其实就是说在洪水期可以蓄水，在枯水期它是可以让我们灌溉用。落羽松林旁近50公顷的鱼寮遗址，原本太保市公所要盖纳古塔，经考古学家发现，这里是嘉义平原地区少见的大型遗址。2009年，经嘉义县府公告为限定遗址。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这一个地方是一个鱼寮遗址，重要国家遗址的一个所在地。那社区才发起这个保护的动作，因为鱼寮遗址的关系，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鱼寮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是个迷你聚落。根据考古发现，这里有两层不同时代的史前文化堆积。根据就是说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的推测鱼寮这个地名的由来是早期人类逐水而居，在这边生活形成的一个名称。来到鱼寮遗址，不仅可以欣赏如诗如画的落羽松美景，这里的遗物内容非常丰富，文化特征也相当独特，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优美景点。新唐雷特电视胡淑霞、罗金星、方雅贤，台湾嘉义采访报道。